超过四碗就好了。对，那这个不用数的。那我们一天最多不要超过八份，那一颗蛋就是一份哦。好。然后你那个作品的部分，如果这么多人比较少一点，我们建议是至少要到一点五杯。然后如果七十多份，那一片五个就是一份。对对对。那坚果的部分没有吃到没有关系，因为当我们煮饭啊会有油脂。